你要是猜对这个，我就实现你的愿望。翠花姐，这些龙珠能退吗？咋了，丫丫？你不想实现愿望了吗？俺娘说这些都是骗小孩的。别哭啊，丫丫。这样吧，姨跟你玩个游戏，每猜对一个，姨就帮你实现一个愿望。真的吗？翠花姐有骗过你吗？来猜这是啥？咦，这应该不会是小猪佩奇吧？猜对了，说吧，啥愿望啊？我要吃好多好多的零食。这个简单，给。哇，好多啊！这下开心了吧？秋儿姐，我还有一个愿望，我奶奶走了，我想见她最后一面，你能帮我实现吗？这个，来吧。你要是猜对这个，我就实现你的愿望。哎，这个好眼熟啊，这个叫这个中国人都知道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，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？